好，我们再接着哈。好，讲神经纤维哈，那这一片哈可以看到有两个切面哈，一个是横切面哈，然后还有一个是纵切面哈，在这上面哈。好，我们先看横切面的哈。好，那它也是有所谓的是神经束嘛哈，所以神经束的最外面有一层 CT 哈，那这一层我们称为什么？最外面这一层，哎，叫什么？神经外膜哈，或者神经外衣都可以哈 ，epineurin 哈，然后再来这一层是什么？哎 ，perineurin 哈，好，再来就是神endoneurin 哈，是每一个神经纤维外面哈包围的少许的 CT 哈，好，那这些是什么？这些是 artifact 哈，它实际上应该是很紧密的靠在一块哈，好，我们先看一下哈，先看一下。好，那其实它的神经束衣神经外衣哈，它会就是神经外膜哈，它其实会伸进来，啊，会伸进来，伸到这边来哈，所以这边也是神经外衣，那这边就是神经束衣，神经束衣哈，神经束衣哈。OK，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里面哈，里面。好，它是 myelin sheath 哈，是有神，由 strong cell 哈形成的这个 myelin sheath 哈。好，那中间这一点哈就是 axon 哈 axon， 那它外面就是由神经，就是由 strong cell 的细胞膜哈一圈圈缠绕形成的哈，这个髓鞘哈 myelin sheath 哈。好，那有的 myelin sheath 可以看到是花花状，有没有？是像这样子的花花状哈。那这是因为神经。myelin sheath 里面的一种神经角蛋白哈，没有被在染色的过程中没有被融化掉哈，呈现出来的哈。好，那既然这个神经鞘哈，这个髓鞘哈是由这个 strong cell 所构成哈，所以在神经鞘的外面哈可以看到strong cell 的核哈，啊，就像这个啊，指针指的哈，啊，这个已经是最高倍了哈，好，这边就是。strong cell 哈 ，strong cell 哈。好，那这里面当然也是有这个血管嘛哈，所以这个神经纤维哈，不要跟血管哈来混为一谈了哈。好，大部分当然都是哈，都是这个神经纤维哈。好，有没有看到像这个中间也是 axon 哈，旁边这个花花状哈，也是这个 myelin sheath， 然后相对于这个也一样，这是。axon 哈 ，myelin sheath 哈 ，axon 哈 ，myelin sheath 哈，好，所以这个也是哈，这些都一样哈，是一样的东西哈，只是在这个染色过程中哈，稍有不同哈。好，那神经内衣在哪里？好，当然就是一个神经纤维最外面哈，这个少许的 CT 哈，那这边都是 artifact 哈所形成的哈，实际上它都靠得很紧哈，靠得很紧。好，那这边有个血管哈，有没有？这是一个血管，好，所以这个是 endothelial cell 啊，这是一个小静脉在这个地方哈。那如果像这个是微血管，有没有？所以这个是 endothelial cell 啊。好，这边也有，这也是血管，有没有？这个也是血管哈，所以 endothelial cell 这个也是血管哈，跟 axon 啊，跟那个 nerve fiber 不一样，对不对哈？好 ，nerve fiber 哈在这边哈，好，这个横切面有没有问题？好，这边也有血管，对不对哈？还可以看到什么 RBC 对不对？好，这个有没有 RBC 哈 ？OK， 好，所以这个是 endothelial cell 哈。好像这个的话嘞啊，真子细胞名称为何？哎，这是 strong cell 哈 ，strong cell。好，这个 axon 哈，看起来不是很 typical 哈。好，这边也有血管哈，血管。好，我们再找一个 strong cell 好了哈，看看。好，这边是血管。好，这个应该没问题，对不对？好 ，strong cell 哈，好 ，axon 哈，旁边是 myelin sheath 哈，
好，这是横切面哈，横切面哈。好，这个是神经束一哈。好，我们看，好，这个是什么？看得出来是什么组织构造吗？哈？好，是骨骼肌哈，骨骼肌哈。好，再下来我们看这边是纵切哈，纵切的哈。好，这个也是神经束一，对不对？好，神经束一。好，进来这边就是神经纤维，对不对？好，这个是纵切的哈，有很多哈。好，我们先找一个所谓的蓝视结，有没有？像这个，好，两个血红素细胞，有没有？所形成的麦粒絮石哈。好，这个就是蓝视结，好，有没有 ？OK， 好，那它的 axon 哈，好，我们看这个好了，这个就是 axon。好，那旁边这边就是 myelin sheath， 好，旁边 myelin sheath， 好，这边一个微血管，对不对？好，微血管，好，好，所以这边 endothelial cell， 对不对？好，好，那如果是myelin sheath 的话，是有血红 cell 嘛，哈，所以我们在好这边这个看起来哈，这个是血红 cell， 然后这边有个血管，好 ，endothelial cell， 对不对？好，血红 cell， 哈。好，好，所以哈，所以这边中间都是 axon 哦，哈，这边中间是 axon 哈，那外面哈，不管它是花花状还是透明的哈，都是 myelin sheath， 好 ，myelin sheath， 好，这个是好，这边也有一个，这个是什么？什么细胞？血红 cell 对不对？哈，血红 cell 哈。好，这片纵切面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再继续咯，哈，继续下一片哈。好，下一片就是看那个 motor ending， motor end play 哈，运动中板哈。好，它是来控制骨骼肌收缩的哈。那这边我们就看运动中板哈。好，它是这个神经纤维末梢，对不对哈？踏取到这个骨骼肌纤维上面哈，好，所形成的一个豆状哈，这样子一个构造哈，这个就是运动中板，好，这些都是哈，都是运动中板，好，那这边都是神经纤维哈，神经纤维分泌过来，分支过来哈，啊，这边就是骨骼肌，好，骨骼肌细胞有看到横纹嘛哈，横纹，好，这边这个也是有没有哈，这边这个也是哈，都是运动中板哈。好，大部分看到的都是运动中板哈。好，我把那个什么你们的 demo 片哈也拿过来看一下哈。可以看到什么？看到肌梭对不对哈？肌梭。好，这边看起来像这个哈。再放高倍看一下，好，就是这些神经纤维哈会缠绕在一个肌纤维上面哈。好，这个区域了啊，这个就是肌梭哈。好，这个啊，整个构造哈，这个构造就是肌梭的位置哈。好，这是运动中板哈。OK， 好，这个有没有问题？好，那还有就是有两种的 astrocyte 哈，这边稍微看一下。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染料哈。是大脑啊。好，看这个好了，这怎么过来？视野真重要。来，同学看这个像什么型的？
啊，这是什么？比较纤维状的嘛，对不对？哦，细胞比较长，哈、哦。啊，如果像，哦，这个是 fibrous 哈 ，fibrous 哈的 astrocyte 哈。那如果是圆浆型的，应该是，像这个细胞比较圆的有没有？哦，细胞比较圆的。好，这样可以分出来吧哈。好，或者像这个，对不对哈？嗯，再找一个 typical 的。你看这个比较像，对哈，比较圆形的哈，这个是圆浆形的哈的 astrocyte。好，神经细胞就上到这边，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就上这个血液淋巴哈。好，首先看的就是 blood smear 哈。好，这个太低倍了哈，直接放高倍一点。好，这边这个。好，这边可以看到几种细胞啊，这个视野下，好，这个细胞叫什么 ？monocyte， 这个呢？好 ，monocyte 跟什么？哎，这个，neutrophil 哈 ，neutrophil 这个是 monocyte， 好 ，monocyte， 那这些呢？这属于淋巴球系列的哈，那看起来是medial。也还好啦，就是淋巴球哈，对 ，lymphocyte 哈 ，lymphocyte 好，我们再低倍下再找哈。好，看到这个啊，这个是什么？